舒服吗？舒服哎、欸，啊，冷冷冰冰一样的感觉，你怎么会冰冰凉凉？是。嗯，冰冰凉凉哎、欸。对、啊，很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娜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这一集呢，我是要打算来恶整一下郑秋宝。怎么恶整它呢？就是我有准备一份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像面膜，但是是我用面粉和水和成的。然后等一下我就会叫郑秋宝出来，跟他讲说，我接了一个业配，然后需要用他的脸帮我测试一下这个产品的效果，因为他脸上坑坑洼洼的，就是那个效果会比较明显一点。然后我就会把这个所谓的面膜敷到他的脸上，等我给他上完这个面膜过后，我会把面粉同时铺到他的脸上，看他是什么反应。现在我们可以叫他出来了，郑秋宝，你出来一下。什么？你帮我测评一下这个东西，因为我化了妆，就是这个。我在拍夜配，都看不到我的手。嗯，没有的。没，我拿远一点就好。你拍你的夜配，我要收钱的。不要这个样子。这个。啊，对，就是它。这个东西呢，它是美白、淡斑、祛痘的那种。然后它敷到脸上的话，你的痘痘会明显的，就是。你的痘痘会明显的消下去，就是你如果第一天晚上敷了这个东西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你会发现你的痘痘的那个红肿现象会比较。可是我的脸都没有痘痘。有。它的味道是很好闻的，是吧？有味道吗？啊，是粉味道吗？就是有一股淡淡的那种粉香。然后现在我来帮你敷。你像我试出来的东西。哦，哦，很像。你这个效果是不错的。你已经打广告哦，你现在业配接到这样哦。它流动性很不错哦。嗯，蛮舒服哎。这样，嗯，蛮舒服的哦，黏黏的。它是纯天然的，就是这种东西，它甚至是可以吃的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嗯。面膜可以吃啊。就是。很多面膜它是加了防腐剂不能吃，就是会对人体有害嘛，但是这个东西它是什么都没有加，所以它的保质期会比较短，它是可以进食的。对，这你会分业配钱给我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不会啊。不会，我帮你拿币尾，有我就有币尾。啊，天猫精灵我都没有叫你。舒服吗？舒服耶。啊，冷冷冰冰一样的感觉。嗯，还黏黏的哦。嗯。我明显感觉你皮肤好了很多呢。对。嗯。嗯，不错啊，冰冰凉凉的感觉，怎么会冰冰凉凉？是。嗯，冰冰凉凉的。对啊，很爽。好吃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这个东西它就是。纯天然的，所以可以提示。好了，不给你敷多了，等一下有点浪费，敷在他脸上有点浪费。哎，给他们看一下你敷的这个效果。不错耶，感觉。嗯。很，还是到现在还是冰冰凉凉的。说一下你的感想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就是我不，因为我不懂它的效果是怎样，可是它敷下去的感觉就是很舒服，然后。我不懂可不可以隔夜，就是睡觉的时候敷到第二天早上。它都可以吃的。对，我就觉得很舒服。你可以尝一下。不要，不要尝。我觉得很舒服，就是因为面膜都是冰冰凉凉的嘛，所以都 OK 啦，可以接受啊这种。对。所以下次有厂商要找到东西是可以找我打广告，因为中餐我的脸是可以拿来敷面膜的。等一下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比哈。嗯。我们先敷十分钟。OK。对，我要在这里等十分钟。你可以玩手机。你觉得有一点干的时候，你就叫我，我帮你刮掉就好。等一下，它要掉下来了。这个面膜的流动性太强了。那、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。不要放歌了。你叫我玩，可以玩电话了嘞。哎呀，我给你看，刮下来。你给他们看一下这个效果。哦。看到吧？它完全就是可以直接。
刮下来就是没有残留一点痕迹在那边。你感觉皮肤有好一点吗？感觉就还不错啊，完美梦。是，哎，有，就蛮滑的啦，真的很不错。嗯，哇，你的精致。我的视频里面不要这么讲吧，好不好？行 ，OK 啊。OK。OK 吗？你喜欢它？摸。它这个可以刮胡须吧？不可以，它这个又不是刀。因为我们，比如说我们敷清洁面膜都是可以用这个刮下来的。嗯。啊。这个是专门刮面膜的。嗯。哇，现在感觉到整个脸是很干净，很 fresh 那种很爽的感觉。对啊。嗯。你知道我给你敷的是什么吗？敷的是什么？就你猜。这个啊，不是。这个都没有开封，这个都没有开封过。另外一个啊。这那有给你几个啊？请问？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你拿面粉啊？笑死我了！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给商家打广告？你都没有试过拿面粉敷到你脸上，你可以讲到上天入地。可是你这个是你业配，你讲是业配吗？如果你真的很过分，真的你真的是很失败哦。我老魏。我都讲我刚一嗅到的时候我是嗅到面粉的味道，然后你跟我讲哇它是天然什么天然可以吃，这是毛孔。哎，我现在整个硬硬耶，我的脸那个整个硬硬耶，直接没有掉了毛孔，硬硬耶，你关。所以我就跟你讲我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么没有什么好嘞，然后整个脸硬掉那种感觉嘞。你知道这部视频我是要拍什么吗？我是要拍就是那个，就业配可以讲上天加地那种。对。可是有些真的东西是 OK 的，有些业配是真的是不错的。我们通常都会选那些是 OK 的业配来接的。对，如果我们用了不好用，我们不会介绍给你们的。是。可是跟你玩我就很过分那一个字。好。你拍 prank 啊？你很小一只这样哎。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拍了。然后。那些人拍。其实我是用这个面粉弄的，然后。我们来拍一张那个封面，他没有就那个封面。他没有，应该我刚才铺的时候。哦，是哦，在敷上去。不要，很硬啊这个。要笑。对不起。过分呢。面粉跑进去我鼻子里面了，我去给你拿 T 恤。哇！那跑进去我，他，你从下面往上，动我跑进我的鼻子里面。我没有想到，我以为你只是这个样子吧，然后你要把嘴巴张那么大，鼻孔张那么大，把我吓到吗？辛苦你了哦。哇，你很过分的你！哦，进去我阴茎里面了！啊啊，我要死掉！你再给我通缉的！这个王者荣耀扣5块哦，哎，扣5000哦。不可能！哎，你这样刮我很过分的，真的进去眼睛了，那么。那我这个在洗。我鼻子到你那有拜拜吗？没有了。很过分哦，玩这种东西。好毒哦！这个是我学别人的影片。那我整身都是啊，因为我这裤子才是最严重啊。这是我的睡觉裤嘞。Sorry 哦。那我的纹身都不见掉哦。好啦，这个影片很成功。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就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按赞喽。哦，我鼻子很敏感的，我感觉还有一点点白白的东西在里面。哎。没有了。自己去洗一下。感谢你们收看我们的模仿系列哦。4月1号到4月30号，我们每一天都会上传一个影片，就是叫做模仿系列影片。然后我们会模仿各大 YouTuber 的影片，然后希望你们不要生气。然后我们只是一个模仿系列吧，就是纯粹对，没有恶意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们模仿哪一位 YouTuber 的影片，你们可以在以下留言。然后我们觉得适合或者 like 多的话，我们就会把它拍出来给你们看。嗯。